牛蒡汤材料有牛蒡、素羊、腰果、红枣、油、盐。牛蒡先用刀子刮掉外皮，洗干净之后切成滚刀。红枣洗干净，然后上面切几个刀痕。素羊的部分用油稍微爆香，这样煮起来汤会比较鲜甜好喝。腰果就直接放进去，加适量的盐，电子锅里面注满水，就可以按煮汤键。牛蒡汤已经好了，我们盛盘之后就可以上桌。